现在这个地方这个营地实在太热了，晚上现在温度是42度，晚上的时候最低温度30度，我跟我的朋友在想要不要直接住到酒店去。看这边其实还是有好几个人在这 camp 的。现在我这个朋友坚持不住了，他想去住酒店。我们可能他现在正在订，然后我们马上就去住酒店，然后第明天再过来继续玩。我们今天在这个 Death Valley 死亡谷里面玩几个小时，然后就准备去 Yosemite 了。现在从这里面走上去，然后我们走下来，这个地方叫 Badland。现在我们在这个 Badland 这个景点这个顶上，一下就可以看到那边的河谷了。现在气温有40几度，说明这个地方还是不是很适合夏天来。冬天来还是比较合适的。现在我们在这个地方是美国最低点 Bad Water， 在海平面以下，在海平面以下多少米啊？86米，海平面以下86米。这地上现在全都是岩堆起来的路。我们现在已经差不多走到这个 trail 的尽头了，这里真的是什么都没有，就美国最低点。现在这边氧气可能非常充足，因为海拔非常低。这个地方夏天真的太热了，刚刚我们带出来的水现在已经变成温水。如果你打算夏天来，一定要带很多水才行，要不然如果在这里如果脱水了，肯定就要被打搅要救回去了。要看一下这个地质的这个地表的结构，因为都是岩做的。进门的地方有个这个牌子说，10点过后就建议不要再进来。这就是我们走的地方，叫 Salt Flats。这里实在太热了，还有麦当劳吃。这昨天晚上真的是不露营才是对的。这里在外面待，我靠，30分钟就要妈中暑了，我靠。这脚底下沙子实在是太烫了。